与粉丝重温美好回忆，林志颖，希望成为你们的骄傲。制作单位花了一个多月与林志颖25年来的忠实粉丝联系，林志颖看到这些粉丝非常感动。图与人制造提供。20001803.12。霸王级旋风林志颖推出最新单曲《一步之遥》，与粉丝欢度出道25周年，新歌砸下超过1000万高规格打造，邀请到金曲歌王林俊杰制作团队录音。MV 以露天电影院为概念，喊出口号，人生就像一部电影，每个人都为了梦想奋力演出，你的梦想有多远，跨出一步，距离梦想就更近一步，传达多年来林志颖带给粉丝的正能量。拍摄单曲 MV 前制作单位花了一个多月，与林志颖25年来的忠实粉丝联系，有粉丝从学生转为父母身份，最后选出了3组代表性歌迷参与，有女歌迷带助老公一起受访，有千里迢迢专程跨海飞来的香港粉丝，还有中南部的歌迷组团北上力挺，各自带助珍藏的合照收藏，重新温习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，现场热情分享支持，甚至激动落泪。林志颖相当感动地说，今天能走到这一步，我为歌迷的付出感到骄傲，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成为歌迷们的骄傲。一步之遥 MV 传达出正能量，追梦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挫折和迷惘，但只要掌握到勇敢、坚持、不怕失败等精神，一定可以踏出那关键一步，会发现梦想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当然不止在工作，在面对爱情，想要和对方表白的时候，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就可能抱得美人归。从 MV 当中可以发现，一步之遥圆梦的人生故事和画面，就像平时发生在你我身边，就是那么平凡又真实的故事。一步之遥 MV 传达出追梦的正能量。与粉丝重温美好回忆，林志颖制造提供。20001803.12。